你有精彩的故事与我们分享吗？比如在4000英尺的高空放飞自我，追逐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，并坚信在平凡的生活里皆能活出精彩。我们也准备了独特的礼物献给闪耀的你，一起为鼓舞人心的精彩故事欢呼喝彩，分享你的故事。我们要让世界看到你的故事，并奖励你的付出。世界期待聆听你的精彩人生，立即分享你的故事吧。